甚至到那个新工处长或是那个市场处处长的 level 是吧？啊，这个还搞不清楚，就当然说一下说，哇，你在底下一棒啊！昨天在议会咨询的时候，怎么会最后问到市场改变的东西，包括局处长在内都问三次，是不是有点火大？就是这样的哦，我们常常是这样，越一般哦，当老板的是吧？越长官哦，常常都搞不清楚细节。不过我觉得这还是不对的，因为这个是重大议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常就是哦，老实讲，很多事情你问我市长，我也不知道。啊，但是啊，有时候你去问公务局长说，那可能说几平，你知道，有时候不见得公务局长知道。但是到那个新工处长或是那个市场处处长的 level 是吧？啊，这个还搞不清楚，就当然说人家说哇，你是在底下一棒啊。所以是这样的哦，长官不见得熟悉每一件业务的啊，但是应该越熟悉越好了。